I
Thank you.
过年轻人的机会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世间的王道，这两个人鲜花队的指挥吼，过去一两年来，拢在伊领导下面，把咱鲜花队。啊？这个四年啊？这个四年啊？哟，哦，我改讲唔对，我讲两年啊，讲等个四年啦。啊，是嘞，好，安尼个加倍吼。伊在将近四年中间，伊领导咱的鲜花队，伫领鲜花队，伫指挥下面，把咱鲜花队的文凭证等等吼，拢有真大进步吼。啊，可以真多谢咱的指挥，来来改讲讲。在咱新华队中间有真侪真侪只琴手吼，啊，而且另外介绍咱内地熟悉吼。首先，咱来甲看一个真古锥啊、真可爱的这个钢琴的琴手吼，来，姚希婷吼，姚希婷。弹钢琴要弹手，弹钢琴要弹手，袂使吼，就无简单吼。听伊讲，伊是虽然爱用着真大真大的苦心，啊，有当时啊练袂好势的时阵吼。啊！伫迄个时阵啊，咧想起家己本身讲，我双手哪会不出息？我双手哪会不出，哪会不出息？有影无影吼？啊，总是吼，啊，弹了真水啦，啊，弹了真好吼，啊，咱真该感谢。啊，过来，我对这边，到底对这边加过去吼，咱新华队吼，啊，今日面试也有一个场地吼，去长个片啊，啊，就是咱指挥的这个大汉后生啊，伫遐咧翕相吼，啊，迄、那个电工医师的大汉后生啦。无啦，我咧讲，伊后生啊，伊个大汉后生啦，我咧，不是咧，意思咧是大汉后生啦，你笑啥话？吼，啊，是对我对美国转来吼，啊、一个这个医科的这个未来医生吼，啊，迄、那个洪泉洪传来。再来，啊，咱有一个吼，迄、哦那个讲较早过去，为这个新加坡乐团啊，真出名的这个白丽吼，白丽白丽手嘛，小提琴手吼，向文玉吼，来，向文玉，啊，伊这个小提琴吼，做了真好，伊是一个小提琴老师，啊，也是这些文化艺术吼，好、哦，再来，啊，这个中提琴。中提琴啊，这个中提琴吼，就迄个就玉酸吼，周逸轩啊，这是迄个高培养中山乐院诶，迄个高雄的在线高音乐家，安怎？讲唔对去吼，大家来看一个啦，好来周逸轩啊，再来啊，迄、那个讲大提琴吼，大提琴啊，这个大提琴手吼。阿嬤在那裡，阿嬤在那裡，阿嬤先給大家看一下，你拍起來啊，阿嬤拍給大家看，這是這個，這是阿嬤的那邊去了，阿嬤，來，這是醫生喔，來喔，把醫院去下喔，啊，醫院去下，是那個鋼板跟鋼琴啦喔，好，啊，還有琴手喔，啊，還有一個咱把手喔，咱把手是新加坡樂團的這個小吹，啊，很出名的這個方老師喔。讲着吼，讲来讲，迄个歌讲来到底，那个心啊，特别扑出来吼。啊，洪慕慈啊，伊是大歌手，大歌手。啊，即个手，即个即个手拢重要啊吼。啊，无论指挥看外高啦，歌唔来看外高歌啦。啊，即个讲，即个队长看外高领导吼。啊，若无即个队员吼，大家合作底下，该出声该唱个真水，咱嘛无法多只了当，无个只个水。啊，所以大家拢真有真有，安尼拢真出来吼。啊，其中咱有几位吼，啊，即、這个讲女高音啦，啊，女低音啦，啊，男高音、男高音吼。咱女高音有两个吼，张伟聪老师，啊，佮一个戴怡玲老师，啊，戴怡子老师，戴怡子吼，戴怡玲对啦，叫伊阿公，啊，戴怡子吼，来，伟聪你先跳起来，张伟聪。也带一组老师哈，带一组老师，今天都是我们的班了，音乐班的老师啊，卢铁英哈，黄老师，后来卢铁英黄老师哈，今天是黄老师。啊，咱闽南的哈，我咧想讲五根弦，你甲唱南国音哈，暗多呐。我今仔三更先上来到台台吼，就想两个安装吼，啊好佳哉，哪唱，啊面是哪水，啊嘴有哪红，可免会丢了。红的车子起来，他身体心脏病已经好起啊！
好来，啊，还有一个吼，这个男高音，这个男低音吼，这个廖英祥老师，啊，伫迄个所在吼，廖英祥老师，哎，因为吼是咱中秋解说的中间，都动算咱迄个四年前的这个娱乐吼，好，最后是在每一礼拜吼，咱的新冠病患大家拢真辛苦了吼，咱请安尼，咱大家用真热情、真感谢的心来给鼓掌一下吼，来。Thank you.